Toys 牵手爆乳人妻，网吧三段情史都是辣模。辣才妹，辣才妹，要对，辣才妹，辣才妹。港籍电玩实况主 Toys 日前被网友拍到他牵手新欢，具有140,000粉丝的爆乳网红蓉蓉子。据周刊读者爆料，她是未离完婚的人妻以及三宝妈。在今天清晨，蓉蓉子发布现实动态表示，近期家里有事，可能要暂停这两周的工作，暂时也不会安排新的工作，讯息可能也不太会回，希望大家体谅。受死吧！说到椅子哥的情史，一直都被网友羡慕，因为他的三段情全都是火辣奶模。先是香港辣模乐怡有一段情，接着和实况主香香传绯闻，最后则是差点论及婚嫁的前女友奈奈。分手的导火线竟是因为被女方发现她看着林香的照片打，就算你是职业的，她也不是一直乱打。奈奈当时气噗噗，写信去监狱骂她，结束这段恋情。这个贱种，你看林香的照片打手都不跟我打，当男人真的好累。身为前英雄联盟赛季的冠军 Toys， 本人争议也是相当多，涉嫌诈赌贩毒被捕。最近热度比较高的是，日前和前老板钟培生一起参加拳赛，结果最后比赛败北。哎，难过啊，难过。这是馆长跟我吵架。要是我多练三个月，就没人死定了。虽然心有不甘，最后在直播大方宣布请客自家饮料店钟培生乳红茶限时免费一天。在这场拳赛我打之前，在网络上投票说我输的人现在在哪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不会赢的。我本身就是喜欢挑战一些东西的人。